怎么在哟？怎么开始生了？剧中破口大骂饰演女主角的妈妈，演技丝丝入扣，牵引观众情绪。丁国林过去接演本土剧为主。你认票？我只是讲无想要跟你合作，你竟然敢莫名其妙反倒再来怪。当年连续剧中饰演超级大反派，精湛演技让剧迷都难以忘记。不过近期却开始慢慢转型，扩展到了偶像剧，还进军大荧幕。电影《大佛普拉斯》中也有咖一角。出道超过25年，不过却很跟得上年轻世代。开直播接下冰桶挑战，丁国林身材保持得宜，颜值冻龄，加上过去接演坏女人出了名，深受不少年轻人喜爱。7月份更受邀和网红团体拍影片。来，宝贝，我决定了，我要继续读书。真的是妈妈的骄傲，宝贝。只要努力继续读书，妈妈一定支持你。我要去国外读书。去哪里？澳洲。哦。和过去剧中形象呈现大反差，丁国林从本土剧跨足网络世代，意外吸引更多粉丝的目光。三立新闻江一红黄玲台北报道。